范否，胡打虎平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战方风狼这边是选择了上了花果山以及女拔木的这个阵容啊。那么对战方啊，大概率也是化生死，肯定是都是一样的。那么对战方这个速度最慢的应该是一个地府啊，对面是应该是一个地府的一个国标阵容，女儿国标。那风狼这边的话也是上了女儿村，也是上了女儿村。他另外一个风狮的话，我估计啊，很可能是方寸啊。暂时来说，咱们。而且风狼上 PK 女儿村是变了一个，应该上了女儿村。那么国标打双峰的时候，一旦双峰没有速度优势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而目前我们看到了双方都带了女儿啊化身，对吧？那对面一束拿稳，女儿再飘啊，这个命中了对面的一个地府。好，化身出现了一记自动啊，没有被给宝宝推上金刚啊，没有给宝宝推上金刚。对面选择了平砍，对面是一个大唐官府啊，主战方这边也进行平砍，两边都是选择了虎阵啊，一把非常伤害非常高的一把输出加成，三叠配合平砍的一个清虫，神妖了。但是宝宝这样神的话有点小难受，互动看一下是吧。好，欢迎阿牛啊。好，互动也给大家开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下午的福利啊，再给大家发放一下好吧，发几份这个水果的福利啊，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巧克力啊，这个巧克力反正下午茶38好吧，选随便你们爱送不送吧啊，1800秒就是，反正过一下任务啊。哎，选错了，我操！啊，再没事，选错了，概率均的，这可以。38的下午茶，点杯星巴克啊。概率君得1毛钱的这个巧克力给你们安排一下玩一下好吧，随便玩一玩啊，主播要亏20块钱，就等于算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也就当大家给大家送福利了好吧，那无所谓的啊，1毛钱的礼物。那么我们看到观战方这边其实风系没有速度，我估计风狼也是能意识得到到啊。那么双方其实都是女拔木的一个阵容，对战方祭出了当前版本国标阵容最强的大唐女拔，主战方呢这边还是双峰最强的两个 CP 组合，是花果山女拔木。那从这边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风狼这边可能上了女儿方寸啊，对战方是上了这个女儿国标。来，笑星辰再飘啊！对战方选择了捕宠，光辉先打。为了防止对面这个 PK 打对面点杀的啊，对战方是肯定是一个点杀阵容。啊、风狼以这个双峰硬扛国标啊，属实如果能扛进全国赛的话，也是可以说是一段佳话。因为双峰打国标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优势。好，沙威开青蛇，那么对战方还选择了继续平砍青虫。好，蛇牛先行双招。那么观战方这边由于没有风系一速，所以说这个方寸山目前来说还是被控制的比较惨，打过去还神了。前期啊，凤狼的运气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那么对面宝宝神佑蛇神佑，那风狼这边难免会感觉到一点难受。那么现在风狼方寸是要去分身啊，想办法去分身啊，可以通过女儿水清方寸啊这种方式去把方寸分身进去，要不然你可能这个分身会比较难出，因为对面女儿也是比较针对的控理方寸。少林女儿村又自动了，怎么回事？风狼继续这边出现了连续的自动，
啊，化成舍牛，敢舍，要强势的保双招。对战方光辉也是全部打上啊，这个地府没有点杀的话，选择地府打光辉。大蛇开始摇虫，感觉还可以啊，大。好，三叠啊，咱们对战方也是青虫的节奏非常好，风狼这边还没开始神用啊。抽胆抽的是什么？38元的一个下午茶，概率均等一毛的礼物啊，概率均等的一毛礼物，好吧，这不需要一块对吧？只要一毛啊，一毛钱就可以了。一毛钱现在这个人民币一毛钱的话，涨了找都找不到一毛的，还有一毛的，对吧？基本上找不到一毛了啊。这边可以刷一毛，对吧？这咱们这边的礼物是一毛啊，送一个就够了。哎，昨天那个活动怎么一下子没有了？他那个昨天不是有个活动吗？扭蛋什么东西的？没有就算了，看不到。好，再封，封印对战方的一个女拔命中。那么封印女拔呢，也是一个防点的一个操作，方中还是继续被飘进去。我刚刚说了啊，主战方这边由于风系的速度的丢失，那么主战方这边这个奥数风系啊。出手还是稍微有点难的啊！好，当头一棒，对战方有贴蛇卵贴了一下啊，6500，花果山头上状态比较多，所以暂时是没有办法去全力输出啊。壁垒，风狼的壁垒伤害很高啊，暴击3000多，再上啊2200，还有一只力劈，3500没有死，一丝血锁住了，真的就是一丝啊。丝中丝啊，丝中丝，蛇又没有清掉，是不是没带神佑？是带没带神佑？抢到了金锭啊！大家抢到了这100的金锭啊，也就100金锭，正好是可以送一个巧克力啊，正好是可以送一个巧克力，100的金锭啊，正好是可以送一个巧克力，参与咱们的对不对？这个粉丝福利，概率均等的这个抽奖。那么这样一来，主战方这边暂时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进攻，只能选择轻宠啊，只能选择轻宠轻蛇。你蛇宠不轻啊，根本没有办法去把这个 PK 继续进下去啊。蛇宠必须得轻，对战方轻，看有没有想法。风狼也是一手金青，那么这手金青可以防到一个点杀，方寸终于分身分进去了啊。金刚护体打防御圈，对战方舍身保蛇啊，10000血。这边宝宝又被咬飞啊！风狼的物理师的第二只宝宝被咬飞，小死亡挂，但是轻轻抗风没有挂中。好，大蛇咬了怨灵出了一式，风狼这边应该要招鸟啊！前期的一个衔接出现了一些问题。1700、2300，这个物理师的话抗性还行啊，不算是那种，对不对？一刀货，无所遁形，骑了个旗子，无相诛戮的一把点杀，2000要弹甲啊！神仙这甲弹的有点猛。继续和鸟，不弹甲的话，花果山应该死了。力劈，4000。对战方两边其实都是宝宝在青蛇，7000。对面的宝宝伤害也是一把暴力。那么对面宝宝跟蛇的情况下面的话，风狼是没有办法去，对面没有办法去绝杀风狼这边这个花果。愤怒的话基本上是满了，打过来神佑了，神仙有命。最后一只啊，出现了一个神佑。那风狼这个时候现在是直接被封宠，但风狼花果山是有把愤怒的，笑里藏刀给了对面化身四罗汉。方寸选择了在分身里面的一把罗汉，稳稳的接出来，一手活血1000多。不知道花果山会不会走金青，还是选择出宠先？应该是出宠了，这把花果山没有什么技能，驱散了一下。因为这手金青的话放也没什么大的意义，其实。果然没有放，出宠被控。好，法系继续三叠清对面物理系宝宝。那么主战方这边虽然啊，目前来说还是有稍许劣势的，但是双招至少是成型的。花果山一把点杀的话也是防住了，有一手轻轻的防点杀，那么再加力劈，成功清掉对战方的一头大蛇。
那么观战在叠走对战方一头三号虫的情况下面的话，那么这三只力劈可能不一定能清理掉风狼的大蛇啊。啊，三千六，对吧？清不掉。有这茶剑，我怎么没找到？这七夕节任务的茶剑哪里？我怎么没找到？没有啊，哼。温姬扭蛋了，那我怎么没看到扭蛋不扭蛋？算了，晚点再说吧啊。那巧克力帮忙送一送啊，138元的一个概率均等，回头再说吧。反正这机会扭蛋机会反正有的，没有的话到时候再扭吧。好，再清牛，力劈顺利把牛清掉。那么现在风狼这边暂时来说是花果山被封印了这个状态，所以说他不选择去不选择去解掉也是有他一定原因的，因为我不选择去解掉的话就没有办法那个对面就没办法点你，因为很可能会直接五龙开掉，所以说对战方没有办法点你。那么蛇又是保住了，蛇又是保住了，前期这个双峰阵容来只能去靠这个幻魔力输出。那这条蛇既然神位次大家保住的情况下面的话，之后啊风狼的大蛇衔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幻魔的衔接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条蛇已经拖了很多回合了，也是开场的第一条蛇。好，选择师傅毒再来回血，保证自己血量的一个健康。那么这条蛇由于化身被封啊，撸也没撸出来，本来我估计是真的可能要撸一管的，对吧？不跟你嘻嘻哈哈，撸起就完事了。好，大唐走金青，大唐走特技的话其实也无所谓的啊。对战方大唐金青其实收益啊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观战方这边是没有点杀，你大狼去金青的话只能解掉一个封印的效果，那条蛇已经审过了，风狼化身被封没有去保啊，那么只能说去招下一条蛇了。反而大狼留着两管破血的话会对面的幻魔帮助很大啊，你一把金青换两把破血对吧，你这个收益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青蛇配2500暴击，化身被封，那么对战方这时候虽然没有幻魔，主战方这边只有一个鸟，法系4元0可以去招蛇。这回合对战方很可能要去封印主战方这边的一个法系，所以说对面观战化身有水清的话可以去防一下水清啊。那法系是巧克力抽啥？抽38元，概率均等啊，你送一个就行了，不要多送，送一个就完事了，好不好？送一个巧克力1毛钱，抽38下午茶啊，聪明兄弟1毛钱啊，不要多送，多送没有用的啊，这1毛钱都不给吗？我日！1毛钱给了就有箱子，你看到没？这个鹊桥相会啊，咱们有箱子的一个，对吧？投放直播间有箱子投放，大家可以抢金币啊，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好，再飘啊，飘中对战方的一个物理系防点，再催化身啊，有种风狼之说，双峰开启神风模式。那么对面是选择了风花果啊，没有选择去控制这个女拔木的一个招蛇。那么女拔木应该蛇是肯定可以招了啊，对面地府也是在毒。啊，平砍2000防御。这手防御的话能防到对战方大唐力拔漫天，没有把宝宝清掉，对面宝宝是没有时间怎么清理宝宝的。再走金青，花果山的一手金青解掉封印也是可以确保主战方这边女拔把蛇招出来啊！啊，果然大蛇招出来。那么今天是打榜的最后一天啊，兄弟们，明天打榜就清空了，没有给主播打榜的兄弟们给主播打一下啊！昨天晚上又被干了对吧，昨天领先了10000票还是没有用啊，对战这个不是对战方这个，对吧？我的对手有点厉害了是吧，又把我干走10000票了，所以打榜啊今天有了就赶紧给主播送送。
啊，明天就取消这个打榜啊。那么这样一来，其实观战这边啊，清幻魔的节奏还可以，宝宝保的比较全啊，通过双峰的一个控制，保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再防对面这把没有满天，当头一棒青蛇胚直接清掉，风法系青蛇胚不让对面招蛇，对面女拔木是自动了啊，立正直接是中毒了啊。那么这边用了技能，他招蛇了，那么清掉蛇胚的情况下面，这个大牛的话也是不足为惧啊，不足为惧大牛。大牛这边管战房这边清还是比较顺利的，风狼前期的一个节奏把控的还算是相对比较好。那么再次保证自己的一个双招成型，来清对面的一个幻魔。那么观战方这边一旦有双招之后，反而对战方双招节奏比较差的话，对面没办法怎么点杀啊。女儿选择棋子人了，风狼女儿拿到了医术，通过了一系列的小特技。那么对战方肯定也是要丢小特技了，就化身金青再保一下，催眠给了大行。对战方这时候是没有配速种去拍封印的，好咬了，可惜咬醒了啊！催眠给了大行的话，宝没防啊，很细心，但是被蛇咬醒，属实也是没办法。个神能神吗？没有神，对面物理系的伤害随着这个平砍啊，以及这个他的输出啊，这个神器效果眩晕剑金风已经叠满了，当头一棒2000把对面神了啊。法系再招魂火来涨自己的一个愤怒啊！1800宝宝都没什么蓝了啊，对面还有力劈在青牛，对战方一波宝宝也是成型的啊。这个力劈还有3500，没有跟啊，跟大行宝宝一把当头怕清不掉，那么有只宝宝跟一下，为了起码为了保险。那么对战方之后的，在对战方啊之后的点杀当中啊，其实就已经，对于风狼来说，其实就已经很难扛得住了啊。昨天银河阿七输给欧比嘛，这怎么会输啊？大波昨天是输给那个了，输给风狼了啊！大波昨天输给风狼了，被怨灵绝杀，惨败，惜败，惜败，惜败啊！有巧克力的再没有给赠送的，给主播再送一送啊！概率均等的38元的一个下午茶红包啊！给主播送送，那这个等于说主播亏钱给大家送福利了，我要收760多张票才能回血。点了啊，点杀观战方这边的一个大唐官府，花果山啊，2000，你看这开始打伤害就比较高了，2000，2000一弹了好几个甲，这把法系可能会砸，可能会砸。好，还是跟着无相，没有弹甲，没有弹甲就死，弹甲就是可以。说风狼买，就是说风狼买正正大的肯定是没买成功，对吧？嗯，那买成功了，这风心也不会跟菠萝说，对吧？我估计是风狼这操作手什么的，对吧？我知道风狼队伍里面有一个可能跟大波队伍里面的人认识的比较关系比较好，打个电话问一下，对不对？要不你们送了算了，反正对吧？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估计是这么一回事。那是买走了自己还承认吗？要是真的被买正了自己还能承认吗？承认不了了，对不对？那真的卖正了那自己还能承认吗？那他妈不是砸自己饭碗吗？是不是？那知道你好韩真啊，打了女瑶村，那么对战方是有一个1.0元、啊、可以2连的一个延长。应该是一个2连的一个延长啊，那么对战方肯定地府直接延掉了，那么点死你花果山我肯定是要延的啊。那么双峰体系当中，花果山是一个比较重要一个点，还好大蛇是比较给力的，咬走对面的3号虫。好，蛇妹再招，风狼这边法系是疯狂的招魂火，有天来保蛇了，咬走了对面宝宝的话，对面宝宝也是不太成型啊，还有力劈，这力劈也快没什么蓝了，应该贴了一只蛇胚啊，血量的话还是能 hold 得住的。那么对面很可能是一个2连的一个延长啊，延长大行延长到6回合先。那观战女儿被打真是不行。
哎，这个扭蛋机现在在哪里啊？我怎么看不到了？以前刚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扭蛋机了。这扭蛋机对咱们对吧？这个过任务的扭蛋机赶紧在哪里啊？我他妈的怎么扭不到了？也是没有速度全对，你双峰打那个国标的话，你风系速度肯定是要丢了女儿村。好，其他风狼居这边被点，再次被延，连续的两把延长，延长到了七个回合。那风狼这边的话，再次被延的情况下面，也只能通过大蛇来扛对面的一个输出。对面继续出蛇飞啊，轻音三叠再轻蛇，配合力劈轻蛇啊，让你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平砍三千啊，力劈跟上。有金刚伤害格外爆炸，全民里面蛇没有高防御，整体来说抗性还是要稍微差一点。对面是谁啊？主播看不见，不是主播看不见，主播也不知道对面是谁。但是你们只要知道啊，能够进到全国十六强的队伍绝非是等闲之辈。从对战方的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如果是一个名指挥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对吧，年长的一个名指挥，比较在武神坛对吧打了很多年的一个名指挥，应该是、啊、反正不是大波，不是二狗，对不对？二狗在开直播，大波也在开直播、啊、这两个逼都在开直播，肯定不是他们、啊、可能是谁你们猜一猜。菠萝三队、嗯、大波不是开直播吗？开直播肯定不是他们打的，对啊，可能是对、啊、踏雪追风啊，或者暴躁外皮啊，这些这一类的指挥，对吧？比较老一辈的那种，现在可能很少活跃在大家面前了，啊，也可能是姑苏喜郎，对不对？也可能是姑苏喜郎，不一定是名指挥，对啊，如果是名指挥的，就是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名指挥。啊，风狼开始保蛇，因为花果山倒地了之后啊，他不能给对面太多的一个节奏啊，这时候开始保自己的一个大蛇。魔龙大师，老王没开直播，估计是老王今天旷工原来为了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全国赛，这个我信，好吧。对面我估计是就是那个梦幻西游对吧，最帅男明星啊、梦幻西游打书第一高手，不，梦幻西游这打书小能手，官方认证打书小能手，物价局局长扛揍，对吧？人称老王，老逼，真名王一涵，对吧？可能是他。啊，活血再保蛇，那么风狼这边既然玩换成一个双招成型的话，对战方毕竟是没有换魔的啊，对面一旦没有换魔，主战方这边双招一旦成型啊，相对还是比较舒服的。对面这回合干脆连蛇都没清，选择了去清主战方这边怨灵。那风狼这怨灵是让你清，怨灵啊可以让你清，因为怨灵这个东西啊，可以涨愤怒啊，对不对？我怨灵可以涨愤怒，我让你清就让你清啊，无所谓的。还有八分钟啊，咱们三十八元的一个下午茶，还有最后的一个八分钟，概率均等的一毛钱的礼物啊，再送一送，好吧？有的有条件的兄弟可以刷个一毛，对吧？一毛应该也大家都有条件，对吧？充个一块半块的，那、啊、今天就会不定时的多发放这种，对吧？你送一个，充个一块钱，那么送一个啊，之后有了再送，对不对？十把不中也就只花了一块，根本不用担心，对吧？自己钱变得越来越少，主播也绝对不是割韭菜，哼。一毛钱的礼物，他妈我要收到三十八回血，那太难了。好，再封方寸。那么我刚才说过了，对战方女儿在拿一速的时候，对主战方这边方寸是的确是一个优先照顾的一个点啊。因为你这个方寸三啊，你让你分身进去到后期的话会比较难受的。继续活血保蛇，那么大蛇的话两条基本上全是满血，送一个掉就够了，好吧、啊、兄弟们。没条件，你这一毛钱没条件，那我也是没办法的，对不对？送一个就够了，一个烽烟残烬，你怎么回事？跟你说送一个送一个，你他妈送了一百个，你怎么就是说不听呢？哎，再这样我踢你出去了，刷礼物刷礼物。
好，风狼宝宝开始神佑了，物理系宝宝神佑是很关键的，因为本身这个时候主战方这边 也有想法要去清对面大蛇的，那么一旦物理系人死宠妃的时候宝宝是招不出来，那这把延长的话硬生生被风狼扛过去了，七回合的一点延长。好，3900这宝宝加上金刚之后伤害是很高的啊，把对面地皮又清掉。那对战方在力劈是越来越少，主战方这边继续在保蛇，是我花果山倒地我就治标造成自己的一个双刀成型啊！我一旦双刀成型了之后你根本没办法进攻，你不敢进攻对吧，你这个时候即便来点死我女拔木你也是没有什么用对不对，你一个你不能赢啊，第二个我双蛇成型给你的压力是很大的啊，所以说风狼这个用双蛇来扛这个小死亡的话过渡回合啊也是比较不错的，既能消耗对面的灵元啊，再封这把没有命中，人开方寸啊，确保方寸先去分身，真进去啊，持续五回合的一把分身，活血再爆射，对面用罗汉来扛，好吧，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罗汉扛一扛啊，只能。啊，三叠啊，那么对战方也是不着急，这不能跟你风狼打，消耗太快，对吧？无限的这样招蛇这那的，现在宝宝成型的，收益不是很大啊，所以选择了两毛不可以吗？看不起我？哎，这一毛两毛都一样，好吧？你是想送一毛就送一毛，对吧？你看这个主播，对不对？你还比较支持的，送个两毛，好不好？感谢这个潇洒哥把字数限制弄一下，哎呦，字数限制是吧，字数限制解开一下给大家。虽然字数限制给你们解开，但你们不要写文章啊，你们不要写文章好吧，不要写文章，像 一大长段的主播看不过来的啊。别啊啊对吧，你是别搞，这边为啥不拉起来，现在可以拉了，刚才是小死亡倒地啊，现在是可以拉了，和尚这回合吸收了小死亡状态，选择了封印女儿村，这把中了，对面有化催眠符给了化身，没有中，化身有鬼眼破甲，想要突破对面的女儿村地府开啊，那么地府开的话点杀是不点的，提前破一下，扫蛇了，开始大唐的伤害是比较爆炸的，四刀三刀直接切掉，不能让你风狼继续换成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成型啊，给对面的一个五号宝宝顶蓝了，让力劈去清神，还有三分钟啊，咱们这个巧克力啊一毛钱的概率均等还有三分钟啊，抽一个38元的一个星巴克下午茶，好吧，好喝不贵，对不对？好，先起纸人啊，先起纸人，花果山起来还是先起纸人的得啊，你不起纸人不行。可以请我喝吗？想喝星巴克，可以请我喝吗？别为难我，好吧，不要为难我，对吧？用大波那句话来说的话，你们不要为难我。好，再吹法系，这样子一来，一把活血的话直接上来了，对面化身中了无魂。那么可能又要去清蛇配啊，蛇配还被咬了一口，吹法系啊，因为蛇配是不会法系速度的啊。平砍造漫天出了神仙。4800，对面的宝宝血比较多，已经打了4600、4800、9400血，对上方力皮还有血量，10000血左右的力皮。好，对面力皮青蛇。没有青蛇被法系被吹啊，对战方招蛇的节奏不是特别好，
你就给我们分析谁进决赛的几率大。这种 PK 不好说的，好吧？欢迎本色哥啊，欢迎本色哥。本色哥出了个无级别是吧？风流人物，风流人物。本色哥什么时候跟你一起风流一下可以吗？很想有的时候跟你一起风流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对吧？这我怎么知道这是谁赢，对吧？这个东西谁赢呢？这种PK说不好的。这风狼，我觉得是风狼能赢的，但是我不能奶啊，我把风狼奶出去了怎么办？对不对？好，对战方开始要控输出了，因为节奏不特别好，双方双控啊。凝心道符打给了花果山，就是防花果的一个点杀的啊。啊，防御全局学历了一波，没有选择就强行保这个事。对化身的话，选择提前用了一点灵元，把斩珠推了一下。好，再清理大唐宠。这清大哦宝鬼魂了，大唐宝宝已经不多了，鬼魂了一批。暂时来说，风狼这边的节奏还是不错的，还有56秒，好吧，兄弟们。还有56秒，38元的一个下午茶，概率均等的这个巧克力啊，1毛钱的礼物，概率均等，给主播送一送，好吧，兄弟们，送一送啊。风狼今天怎么不算武装了？女儿方算，他这风系 CD 是比较多的，对吧？风系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对吧？大狼扫过了，点过2次，清过1次蛇，那都是用的很少。好，强吹。风化身还是比较难封的啊，对面化身估计是抗风灵石，我估计是抗风灵石啊，因为打风狼的话，基本上是风狼肯定双封，对吧？带抗风是有很大收益的啊。还有13秒，我们完成了多个那个任务。啊，也是分别都用宝宝开了封印，两个物理系也只能，这个花果山也只能七塔啥的。好，361个，跟梦洛啊中奖了啊，这个九级财富等级刷了1毛钱，中得了38块钱，对吧？这是380倍的一个回馈，赚了，好啊，兄弟赚了，380倍，对吧？一毛变38嘛，不就380倍吗？那么对战方这回合时候啊，主战方这边他要点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会点主战方那边法系的或者女儿村这两个点。因为物理系这个点的话，有凝心道符，可能不太好点啊，可能不太好点，小死亡不太好挂。但是这把点上的话，前提在于对面女儿村有金青啊，可以点。好，再飘方寸，还是光辉，先补光辉。对战方也是一手金刚。效法师的一个三叠，那么法师这时候直接招蛇的啊，好，破血青蛇有贴，大唐的伤害是有点爆炸感觉啊，当头青虫，开始合鸟了，对面在感觉自己幻魔不太 hold 住的情况下开始合鸟，好，顶蓝力皮要出去啊，对面这是4号位置力皮正好，还差一只的输出，这条蛇就飞了。阿金我饿想吃肯德基，阿金我渴想喝阿萨姆，没吃没喝头晕，嗯。你是大波直播看多了吧，对吧？在这边阿萨姆肯德基的算咱们，对吧？你别喷他了，好吧，兄弟们别喷他了啊，这稍微那个点，对，你看灰太狼禁言就比较那个，对吧？一个小时看到禁文字了就禁一个小时就完事，别一禁就禁一天。那初爽因为懒昨天被禁了，这今天还没解呢，我说真的是也太惨了。好，醍醐灌顶啊！醍醐灌顶选择去保招蛇啊，对面合击了，合击是不会触发漫天的啊。好，当头再杀13000啊！这个是青虫风狼的节奏非常的好，对面宝宝也没怎么神，先换成双招了，主战方这边也要换双招啊。牛蛇、啊、换双招，
哎，这宝宝要跑，被摇了一个铃铛，没跑掉啊，有命。因为这个时候宝宝对于风狼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宝宝啊对于风狼继续来说还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宝宝这个东西啊，这个时候你宝宝齐全就能清召唤物啊，要不然清不掉了，很麻烦。好，这个梦露的收款码发过来给你扫一下啊。阿金不知道干啥被封了，螃蟹什么时候买？你老婆要吃？你有老婆吗？楼统领，你是别整天没老婆对吧？无中生老婆吗？你是在？好，刚刚那个中奖的哥们给你发过去了啊，这个梦露给你发过去了，好。好，催眠符再给上。主战方这边化身的话，尽量把状态拉满，防御圈给宝宝各种。那么对对面大航官服的一个控制还是比较的到位的。好，破血星虫没有防，宝宝直接飞了。那么两边物理系宝宝都飞得比较快啊，不光是啊杀飞一万一啊，这时候青虫节奏太快了啊。好，神了一个又。把你宝宝清飞啊，不让你去拍税，那么对战方法系的税自然也是没有拍啊。阿金上次吃了你的螃蟹，我同事生了个双胞胎，哎，恭喜恭喜恭喜，好啊，恭喜啊！好，再封放生出宠啊，没有封宠，方寸把分身躲进去，对面女儿补宠，对面没宝宝了，自必要补啊。这个防御圈拉的真的是牛逼啊，这个防御圈拉的我服，好吧。这个防御圈，欢迎这个硬老板啊！硬老板，你真的是不是之前是国王吗？怎么现在变成公爵了？好，宝宝平 A 啊，再加一只力劈青蛇啊，三千三，没有拍了，可以拍碎了。宝宝也起来了，那么对战方在一下子对吧？一下子是选择了把宝宝造成型。造成型之后，主战方这边相对来说这个幻魔的压力稍微要大一点，而且这把是大唐被封的，对面很可能会顶。家里穷开不起国王，哎，哼，一样，好吧，这国王也是对不对？国王跟那个公爵没区别，来了就是大哥，对不对？爵位啊，来了都大哥。你看这个花开来我这边，每次都是大哥，对吧？礼物嘛，从来不刷的，对吧？就看他刷个什么，开个什么，公爵在那边装逼，你也不能说他什么。是不是封魔也封不了，我说那是那个花开啊，你别误会啊。我他妈没给你刷，没有没有没有，说怎么就刷一毛都没刷是吧？没有暗示啊，兄弟们，好吧。好，继续看 PK 啊。那么风狼这边暂时现在就是防点，风狼还是要防点。不过这个时候对面地府的灵源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面的话，防点杀变得显得没有。大家给阿金清理一下加油棒。对，是的，瑞导，没问题。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加油棒不清理啊，明天就被系统清理了啊。好，平砍，找漫天来清蛇，怕蛇清不掉啊。当头有清，我操，这。这把要是双飞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兄弟们？这把要是出现双飞的话，太有意思了。蛇神蛇卵飞，要是直接双飞的话，蛇飞蛇卵飞会是什么感觉？那对战方裂开了。观战方这边蛇神了，神仙是真的有名啊。双飞无非都是多花点钱，那不一样，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好吧？飞一个跟飞两个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两个肯定是要比一个稍微享受一点的，是不是？舒服一点，对吧？我都不敢刷火箭，怕被你喷，我不会喷你的啊，你来吧，来吧，兄弟，好吧？你飞两个宝宝肯定是要，我怕了，嗯，哼，我不骂人的啊，刷礼物不气人的，好吧？哼。放心啊，刷礼物不提了，这把三飘很舒服啊，飘中两个输出血。
啊，防寸有近亲啊，这把近亲舒服，解掉两个辅助士的一个封印，我们可以走一波啊，我的风狼这节奏，你看罗汉近亲啊，特技的一个衔接，塔的一个衔接，简直是堪称完美。魔镜激发，破血还是青蛇，他不青蛇是肯定不行的，必须青。我操，大唐被震死了。这尼玛，这大唐也是个背死鬼，居然被震死了啊！还好是弹神了一个宝宝，这宝宝不弹神那是太难受了。这个大唐居然是这么死的，他怎么想也想不到，对吧？我居然是震死，死在一条蛇身上了。我这十二层轩辕剑金风的状态又被清空了啊！真的是难受，好吧，难受啊！本来这个本身清空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它状态被清空了。而且是一个被封杀的一个状态。真是惨绝人寰，不能直视。感谢我花开兄弟的一发狂欢火线，感谢大哥，大哥给的多。我操，这伤害简直爆炸啊！他妈青蛇都是这一万多数据，你说这个花果山现在伤害裂开了，加上魔镜，对面物理师又死了，被封杀，起来也只能。起个塔或者搞东搞搞西搞搞的，感谢老板，感谢老板，叫爸爸，这是都刷火箭在叫爷爷了，才叫爸爸呢？那直播间的爸爸，对吧？你跟他们同辈嘛，是不是？哼，快夸我二十九加油棒是吧？可以送一送啊！感谢我应总送了一发狂欢火箭啊！感谢应总。就里面说公爵真的就有牛逼，你们知道吗？公爵是不是不是白宫的，对吧？一万块钱一个月，是不是一万块钱一个月的续费啊？你们以为是白搞的？这一万块钱都等于我这一个月工资了，是不是兄弟们？所以说公爵真的是牛逼，好吧？也祝两位公爵送礼物的公爵有吉时吉日喜如风啊，丰年丰月可以如风增，增富增财可以增长寿，寿山寿水可以寿长生，生富生财可以生贵子，子孝孙贤能够代代荣，荣华富贵年年有啊，有钱有势有前程啊！感谢两位大哥啊，非常棒，好，感谢你们啊！看 PK 好吧，魔镜加上这伤害比较高啊，对面活血加开啊，继续平砍青鸟了，沙威铁棒啊，两万，这直接给你宝宝也给你干死再说，对不对？你鬼魂虫我先不给你干了，干倒你。对战方这个时候现在还是稍许有些难受啊，稍许啊有那么一些难受，对吧？但是问题不大啊，毕竟对战方这个国标阵容啊，总归是有一个这个点杀的一个优先契机的，你点死了小死亡能够赢啊，况且对面女儿村有速度，但是随之风狼继续这个女儿村啊，他的一个灵源越来越多的话，给对面的点杀机会肯定也是越来越少了啊。打榜加油棒啊，再没事的话再给主播上一上，你们看这六万三这七万三，对吧？咱们今天这一天能把这差了一万票能把它干了不？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能干的话尽量干一干，干就完事了。好，石雨生香啊，再封物理系，但是没有封送是吧？方寸反而被圈了。对面也是活血了，开始。对战方属实是也没找到，哎，这个孩子跑掉了啊！这孩子本身加上魔镜之后，花果山伤害简直是疯狂。啊、大唐平砍铁满天，没有塔，没有愤怒，神了。铜头状态再拉一拉啊！昨天干了两万多票，今天应该干个一万多票应该没问题吧啊。
感谢李孙元兄弟送的粉丝卡的支持啊，感谢大家送的粉丝卡。魔镜的状态可以驱散吗？不能驱散啊，魔镜这个状态是不能被驱散。还像这个铜头铁臂一样变身啊，魔镜、铜头铁臂啊，这些状态都是不能被驱散。你有64个加油榜，赶紧打了，明今天最后一天了，对吧？今天打榜还能发财，明天都发财都发不了了，明天也没有了，是吧？打榜发财啊，身体健康，好吧？都送一送。那风狼正式来说的话，只是一个轻宠战，他也没有选择去飞机啊，也没有选择去飞机，强行的去给对面推面伤或者怎么样子，主要是一个轻宠的一个拉锯战，先给你清一清，是不是？不一定会飞啊，不一定会飞。好，女儿先立盾，这把对战方是一个点杀的一个契机啊，化身打了金刚，对面也是一手金刚，这时候对面先点杀机会比较好，小死点了，强挂花果命中，蛇卵跑了，2000啊，正好扑到铜头，3000，大大伤害是比较高的啊，暴击，感谢谁送火箭了？谁？谁糊涂了？感谢爸爸失恋老板，这把法系的金青啊，救回了花果山一条命啊，不然花果山就小死亡倒地要被延了。这把延长的话，又接近一个三连的一个延长。感谢我爸爸失恋了兄弟送的一把火箭之石啊，花果山金青了是吧？我以为是法系金青了，花果山金青被你们刷卡了。换魔的话，换成一个双鸟，咱们下回可以招蛇啊。蛇配已经出来，对面蛇配跑了，那么这把点伤到对面也是比较亏的啊，当然扫出来休息，法系蛇配跑掉，对吧？还算是比较亏的啊，金青特别的完美。那么既然是选择了打这种阵容的话，那么你防点杀工作必须要做到位的啊。方寸分身女儿飘，再把法系给活满。那么他地府也是没有节奏继续点杀啊，选择了这属实也没有节奏继续点杀，三叠青虫啊，对面宝宝神了，蛇的 CD 应该还没到啊，要不然的话应该是招了直接，鸟也是被清啊，风狼这边幻魔也是被清光，宝宝拉起来花果山大概率就出宝宝啊。啊，果然是出宠。主播叫爷爷，你不是名字就叫爷爷吗？对吧？你刷礼物也是爷爷，不刷礼物也是爷爷，你这名字就叫爷爷，你还能怎么样呢？是不是？求解封，你这 CC 的话就是名字，求解封，你名字都没有这怎么解，解不了啊。好，铜头活血，那么再次活血，那么吹中了对面物理系，地府也被封啊，还是要去防你一把点杀，牛招蛇招啊。风狼这边幻魔的节奏衔接真的是没毛病，大家可以看到对战方的幻魔啊，一直就是这个阵容在对决当中，其实风狼去做了哪几点比较好呢？就是对面的宝宝其实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清主战方这边的幻魔，他的幻魔是衔接是不断的，我鸟飞了有牛，牛飞了有鸟，对吧？牛飞了有蛇，蛇飞了还有鸟，对吧？放幻魔衔接玩的是比较溜的啊，这幻魔衔接起来就对对面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的宝宝一直在清主战方这边幻魔，那么风狼继续这边宝宝就站得相对来说比较稳，他宝宝没时间清理宝宝，对吧？站得比较稳。那么你大唐女白的阵容，对不对？你在宝宝衔接不上的情况下，你蛇清不掉，是不是因为你只有有效输出的宝宝最多四只，死了一只就三只，三只力劈青蛇的话未免稍微有点伤害不太够啊，所以这样一旦衔接起来啊，那风狼居居这边是不一样的，我花果山青虫跟你大唐青虫比的话，你大唐要是漫天能当头用那倒是可以，你漫天不是把把出的话，你青虫肯定是跟观战方这边有差距的，所以说风狼也是靠这个优势啊，在37回合的时候牢牢锁定了自己在宝宝方面的一个优势啊，这样子的话这幻魔能够衔接起来，这回合还可以衔接幻魔，风狼应该是要飞一把试试了，我估计是吧？
啊，风女儿方阵还是可以吹，再吹大堂中金刚甩给宝宝，啊，化身金青再来看一下这把点杀，点对面还是点花果，1900不点扛不住啊，3000这伤害实际非常高了，对面大堂也没用剑斩，啊，最后一刀石榴塔法系有情三叠情况下，风狼花果山是扛不住的，4000直接打死，啊，风狼花果山又被点死，那么这把点杀的话可能是一个3连的一个延长，风狼这边现在还是可能是觉得怎么说呢，没有去用女儿打针啊这种方式，提前打针给对面地府啊这种方式去防点，这把点杀成功之后啊可能会遭遇一个3连延长，我们看风狼是不是要继续扛还是怎么说，那目前按照风狼的状态来说的话，这扛一个3连延长的话也是扛得住的，因为对战方的幻魔节奏是很差的，欢迎应种，欢迎应种，好，打针女儿无魂傀儡给地府，不想让你赢，催眠加无魂一控就是两回合，这把只要舔了对面直接枪赢不出来，舔不舔金刚护法风狼继续，他是神仙吗，他是不是神仙，他是神仙，舔了，只不过催眠没中，催眠了舔不了，但是被蛇咬醒，但是被牛 A 醒了呢，这把其实下回合他还能赢，啊，还能赢，当然对面也有拍，啊，也有拍，那这回合的话主战方这边可能要去女儿去给对面的一个化身一手无字经，然后方寸化身再给对面丢无魂才能缓解住这把这把延长，感谢执着12345678兄弟送的这个锦囊啊，看女儿给不给无字经吧，对面反正是有拍碎的，所以说怎么着都没用啊，牛不 A 的话也无所谓，观战可能会给无字经，我们来看一下风女儿中了无字经给化身没有中，再丢无魂双无魂，对面化身可能要清心咒解，清心咒解掉是吧，无字经没有中很伤，还是延出来了，延到了五回合，是吧，看对吧，是要给无字经了是吧，我跟你们说要给无字经了，只不过怎么说呢，运气稍微欠缺一点，没有那个没有中无字经，要不然的话双无魂应该就是舔了，风狼宁宁明明今年都要抬走是吧，如果风狼跟明明今年被抬走，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当前版本梦幻西游国标为尊没有之一，改名字了吗，嗯，也不能说什么民间高手挣了的对吧，国标啊真的强，国标真的强，好，催化身这把再中，切罗汉来扛，我这时候花果山一旦倒地之后啊，对面肯定是要延长了，这时候疯狂的延长的，那么这个时候延长的话呢，你要三连延出来啊，你势必也得消耗一下主战方这边的一个，消耗一下对面女儿村的这个灵元啊，对面二八这个灵元的话已经是剩一点了。对面的鬼魂种三号还一丝血，这鬼魂呢？你看这边力劈神行青石也是没毛病，对战方没幻魔是真推不掉主战方这边，我跟你们说化身被催保不了蛇对吧，这条蛇又要交代，
阿峰方寸送，水清方寸强分，发温侠丢了把盒子啊，可以起到一个防点作用。人死宠飞清掉，但大王伤害有点高，观战也是鬼魂了啊。对面也合鸟，但是这条蛇啊保不住。好，再出蛇胚。力劈啊，跟了，有贴化身人贴了一下啊，还差一只的伤害，没有出手，这条蛇保住了，很舒服啊，这条蛇保的很舒服。哎，这个咱们我开始想要看一下别的队伍的这个赛果有没有出来赛果的，我给你们对吧，登记一下这个最终的一个晋级名单，好吧？风女儿魂元神，再加落魄强控，可以给你点伤的机会，但是不能给你双眼的机会啊！对面化身活血活出来了，还请你换魔。风狼之兵线换魔被双清，大唐花果山倒地，还有四回合，对战方地府还有一点零元。那么下把主战方这边女儿应该是要去争对面地府，也不一定对吧，也不一定，让你延掉又怎么样呢，把你零元耗光让你延掉又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这种东西啊不好说，它不一定未必好。双珠啊，目前结束的比赛当中只有双珠战胜了飘向北方，战胜了他在北方，那么这个晋级了双珠，打得特别快，别的比赛都在进行当中。对面女妖村在进行准备，再点吗？顺势而为，直接必中地府，这把顺势给的非常的到位，也是算准了。对面女妖有金星，对面破甲准备点法系，但是地府被顺势并没有把小死亡给挂出来，弹了两个甲，第三道没有弹甲，法系的抗性比较差啊，但是都有贴掉。1300说飞了怨灵，主视角这边对面无相诸路163神佑了，好，魂火拿了一波，那其实也不太影响，好吧，死了啊，死了，没有小死。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主战方这边花果山也是起来了，女儿选择了换了一只宝宝，花果山也是硬扛了这把点杀起来了。那么对面地府的灵元的话也没有全部给光啊，留了一点灵元，哎，留了一点灵元。那么咱们这个水果达人参与这个概率均等的一毛钱礼物的38下午茶，大概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主播每把都要亏20块钱。好，再给大家来一个，亏不了太多。对，刚刚两个老板刷了两个火箭，所以说赚了一点钱，再给大家发一发，每把都要亏20块，反正至少。好，莲雾轻步啊，给了对面的一个法系。那么这回合其实对面物理系啊，其实这个 PK 啊，风狼永远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在里面。你别觉得现在风狼好像是情况还可以，但是有一个安全隐患，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有一个特别严重的安全隐患，就是对面大唐的7.0元巨剑。啊，青化身宝宝，化身宝宝没有神啊。啊，先和鸟起来。看是不是化身宝宝拉的。啊，不是，这个方寸宝宝拉了一下。
那么这回合对于风狼来说是有点难受了啊。好，苍白纸法师先合鸟了，这把就是一个二选一的一个猜猜乐，猜猜乐。到底活谁？对面点谁？对不对？对战方女妖是肯定控你女妖村的啊。你方寸必中也给过了，对面或许化身是有水清的，金青应该没有啊，金青应该没有，因为化身是的塔 A 7这个点还有五回合啊。这塔的一个效果，金青应该是没有的，水清应该是有的，因为水清或者鹈鹕都是可以给猜猜乐，所以最多只能女儿打针地府吧，可以放，应该打针了。啊，水清，水清给了化身四，落魄强控地府，还是选择保花果，打了金刚，打了金刚的话，他不会吃点杀的，他要点杀肯定是要给那种，对吧？啊，断穷巨剑，哎，就这了，斩化身了，啊，斩，啊，就这了，吃，哎，你这，刚刚伤害的巨剑的伤害就有点恐怖了，但是也行啊，主视角这边现在鬼魂虫倒地只有两只宝宝，整体来说把这个血仙丹压下来，两个尸体单位，对吧？也是优势很大啊，优势很大。何况对面又是一个双幻魔成型了，把鸟清掉了，那这把点杀过后，对面大脑还可以点。我以为斩化身了，因为化身有小死嘛，我以为斩化身了，没想到斩的是这个。那大脑巨剑是猛，是有点猛的。四十八回合的时候，对面还有灵，但是没有小死亡挂，宝宝有点欠缺，残缺现在。这手应该有一手女儿人拉化身活血，对战方强风方寸。纸人，纸人，双纸人，对面人开，小死点化身，我操，这把化身纸人，这把纸人纸的，这不纸人化身是没了，纸人对面拉虚啊，也没什么用，你知道吗？一只须弥是秒不死这化身死的，一看就是看得出来，一只须弥秒不死这化身，一只须弥秒不死。喂，到底出了一只千术不中线，你看有千术闪，对吧？你换一只换不死啊，对面只有拿一个医术，换一只换不死，这个血量至少要2000左右，这个血量啊，正常来说有2000左右，没换无魂了啊，人顶千术开方寸，再去控对面分身了啊，选择先活血啊，肯定是宝宝要顶血的，没舍自己啊，当头一棒有贴宝宝飞，蛇一丝血鬼魂种贴飞了，哎，把法师咬死，把法师咬死还行。谁打我电话？喂？啊，对。啊，你好。是我现在没住了。嗯，没住了。谁啊？我不认识。对，不能不认识，我认识个屁！我认识大波，认识二狗，对吧？别人我都不认识，问我这是谁，认不认识？我认识谁？我认识风狼，对吧？啊，方寸接罗汉，千术拉再活啊！法器直接满了，对面也是舍身保蛇了。
去杀威来清，但是伤害是欠缺一点点。哎，风狼这时候宝宝是有点少了啊，但不过也行，还行，他是没出而已。那方寸接罗汉他没出而已，他要出的话其实还有宠。嗯，风狼化身点和方寸点其实都有宝宝的啊。巧克力送下来，兄弟们，38的下午茶送送啊！没有打榜的兄弟给主播打个榜，打榜能够发财啊！今天又是最后一天了，对吧？能帮忙打一下都帮忙打一下。我们距离上一名的话只差了7000多票的一个差距啊，问题不大的，好吧？干，今天一天干完应该没问题。能打榜的尽量帮主播上一上，好不好，兄弟们？好，封了花果，那么双方也是互封物理啊，这个时候。对面化身是差不多了吧，对面也出了一只千足蛇胚，再次活血宝蛇，地府金确保双叔叔的一个出手，干将莫邪蛇妹双招成型，风狼这边应该是合鸟了，反正过来这千术对风狼来说还是有点用的。昨天那个专利被人喷了，那个专利来了吗？专利，这专利吓死我！这专利啊，这专利他妈搞我！这专利，这专利哥他妈有点逗啊！专利哥有点逗。化身现在一回合消失吗？不会点化身的。不太会点化身，硬拿双峰扛国标的话，扛到后期真的就是这样子，没办法的。他地府一旦的点伤力成功之后，后期很被动，还有15回合啊，对面双方都有女拔木，可能打不到，这 PK 4点钟就结束了啊！再控大唐没控中，双峰对面输出系，和尚有金。对面和尚也是金来了，烧死点法系，有干将基本法系扛不住啊！第一刀就贴，我的这伤害是人吗？是，太猛了！哎，风狼女儿不打针，你知道吗？不提前打针，啊，女儿也残血。对面大刀还有一手巨剑的，他大刀伤害太高了，出了一波力劈，我操，这力劈6000多。对面大蛇没有节奏的话啊，他还是没有什么用，你们知道吗？因为时间其实还是够的。对风狼来说，你被你研讨了，你最多再研我，对吧？56回合的时候，5回合，你研两把。对，研两把的话，等于说你研两把嘛，你研两把也就是8回合、5回合，差不多能站起来打针了。啊，罗汉。强控马线。一把活血先拉满女儿村，那么严了啊！对面肯定是要严你，说再不严什么时候严，对吧？那么下一把点上应该是下一回合啊，战神宝典。那下把点上应该就是下回合，我觉得很可能是这花果，很可能是这花果。下回合对面应该点了，对面应该是点了下回合。剑斩点上开法系，对吧？剑斩点上开法系。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宝箱啊？乘以3，什么意思？刚才没出宝箱，现在突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宝箱，乘以3的宝箱，
这宝箱能抢到金锭啊，你抢到金锭可以参与咱们的礼物，好吧。花开怎么说，花开36加油棒。这打榜给谁都一样的，给我啊。你去雪屋那边还是有，去别人那边都有的，好吧。你打榜给我了对吧，跟别人也是一样的，都有啊。你别人那边也有对吧，你给我这边打的不会到别人那边就没有了。女妖精了，对面要继续点是吧，女妖精可能是一把横扫点杀，三飘没中，方寸是没有必中的啊，分身防御圈。博血再保持6000，少死对吧，点花果，点就点花果，除了点花果其他没人点。3900，我要被双杀。那这把点上其实我刚刚跟你说了对吧，点上就下一把，没有欠斩所以给你面子。我们下回合他一个双眼了对不对，他是比较舒服的。三个箱子都没抢到是吧，那你也是有点背的。最后一条蛇保好就完事了啊，拉起防御圈之后伤害这蛇抗性还是要好一点，2000你看对吧。对面的最后这个右边的那个蛇是那个蛇，对面右边的蛇是但是皮子笼子等于当蛇吗，是啊，打针啊，这把铁无魂了，催眠给化身，不让清新受解，再无魂舔了，这把催眠给化身很秀啊，没有去给无字经啊，没有去给无字经，催眠给了化身四，而且这我有拍地府，但是不会有拍那个，有拍地府，但是不会拍那个，不会拍化身，化身这个点是被睡进去的下把，那下把还得双盒子啊。而且对面没办法解你们知道吗，对面根本没办法解，对面是没有办法去解这个什么发温侠什么的，宝宝起来了，那下把肯定是 双盒子甚至三盒子过去了啊，三个盒子过去了。对面没办法解啊，但化身被催了，用不了法宝对吧，用不了清音咒，老咳嗽，我这两天说话太多了，直播好无魂奇塔盒子，一把盒子他延出来了，延出来一把盒子就延出来了，没有给双盒子，给了一把盒子，宝蛇秒宠4000没飞，女妖血有点残，对方就清蛇胚，蛇胚飞了，这把风狼女妖是可以打针的啊，这把女妖针出去地府的话是，这把女妖给地府针出去其实就是延不了了已经啊，大风狼应该是有针，啊，应该是有针的。这把风狼肯定是给针了，对吧？肯定给针了。哎，这骑士活动我怎么出跳不出来的？我真的纳闷了啊！还是个概率均等的，送送小颗粒，兄弟们，小颗粒赶紧抓紧时间送送啊！概率均等的一毛钱的礼物送一送，给主播送一送。这把女妖是肯定要真的。好，七宝解无魂，两个，三个，好，纸人，这把没真嘛？缠珠腿4500，血量全回满。对面地府没灵元了，争个毛，对面地府没灵元了，他妈争个交啊，24
B 四没陵园了，没陵园有什么好争的？防点杀嘛，只能深夜时只能防点杀，对吧？实际上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哎，但是你这把不争，他下回合有争了，你看，这只剩三个人了。哎，你这把不争，他下回合女儿有陵园了，他又演你了，这失误太大了吧？这失误太大了。哎，你上把真的啥事没有，你知道吗？下回合全起来了，是吧？你这上把不真，你这把真没用啊。好，无字经。哎，对面女儿也没真，化身没有动，地府开无间扫化身，直接这把点很漂亮，贴了一只，贴了俩，弹甲没弹，这把对战方砸过来，嗜血之计，七千死了，吃不了，这把太漂亮了啊！这把点化身，风狼晕。下把吸不了，对面准备冲了。风狼全民生化，就在今年要被改血吗？兄弟们，是不是要被改血？五十七个回合，虚了。女儿当前喝酒，方寸再分身，对面再虚。这宝宝唯独的一个宝宝也残血了啊。神佑了一下，换不出养护，化身还要再硬扛一回合。给宝宝顶了个大金，再顶血，顶满女儿村。巨剑，巨剑，你怎么扛？巨剑啊！我们另外的比赛结束的，对吧？国泰民安战胜了德仙饮茶啊，0318战胜了卧龙凤雏啊，都是晋级了啊，晋级名单。风狼感觉基本上已经是棺材抬出一半。小女儿。出虫落魄强控没有中，渡劫了宝宝，渡劫了须弥，要去守尸。孩子拉巨剑闪杀女儿村，一万一直接死，弹死化身宣告比赛结束。我操，没弹到，那法师有一事，无相朱落砸了个宝宝，化身没有动，大金。他给了化身四，防止对面虚弥守尸，1400没守住。孩子神佑，还有500，第三只，最后一只，1200，没死，推拿自己，化身站起来了，7000血，磁性开始吸收。但这时候血量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这时候血量。只活了7000多血，不够啊！这身上有这个治疗状态比较多，被砸了一把7000。好，出法宝，罗汉硬扛对面须弥。好，化身起苍白，不想被你点，不想被你点。对面化法吸收回合，扫直接3000，2300，最后一刀没有贴，2700。对面法师加上先力激发，直接焚魔烈焰有一式，一把群秒化身再倒，这时候打下去已经
很难受了，六回合的小大死亡。方寸能出一只羊户拉清雨儿，但是对面有虚弥守尸1400，方寸出了黄金甲结 抬走了他，结束了，结束了，扛不住。全民神话风狼之序在2020年已经被改写了，好吧。好，出羊户，时间已经不够了，还有8分钟。苍灵血雨加给虚弥，再跟群苗双神，这化身没有人心倒下去，你怎么扛？没有人心倒下去怎么扛？这把都可以起来，但是没有用啊！对面虚弥控尸了。来，7分钟，1毛钱1个的巧克力，兄弟们帮主播送送，没有送打榜的再帮忙主播送送，对吧？风狼继续都要翘了，是不是？还差了6000票，还差6000票啊！咱们一般送一把拉一波票就是1000来票，对不对？今天最后一天，打榜发财，打榜身体健康，打榜财源广进，对吧？打榜万事如意，多赚人民币，打榜万事顺心，多赚美金，对吧？打榜反正好处好处多多啊！落魄，对面水清给了大唐归印，还清理宠。少放去方寸的话也是扛不住的啊。法师虽然重，好，出蛇胚，这应该是一只龟速蛇胚啊。孩子没有再神了啊，没有再神了。法系的龟柱蛇胚出来了 ，A 拉 B，B 拉 C，C 拉 D。跑了。九转也不支持，可能啊，可能九转不支持。对面金青大唐虽然不能动，但是他有双招的一个保护。哎呦，仪式再跟群秒，只有一只蛇配在。啊，防御了 ，PK 结束，好吧，风狼继续，止步梦幻西游，南方赛区8进4的比赛。